人车送包裹见得多了，沿着索道送包裹又见过未呢？这套自运快线创新发明主力改善乡村物流运送农产品和日用品，还能够帮助回收农村垃圾。穿梭机械人是自运快线的运输工具，自动行驶在降索轨道上，由云端系统驾驶，能够24小时运行，每次可以运送100公斤货物，最高时速60公里。自运快线已经应用在广东、江西多个村镇，村民不用出村就能够收寄包裹，节省时间和运费。除了农村乡镇、山区同样受惠，四川高原地带盛产野生松茸，以往靠人力采集运送，辛苦又低效。引入无人机运输之后，最多只是需要半个钟头，运送效率提升了四倍，保障松茸新鲜，又令到当地人收入增加。稀有食材不易得到，助农科技更加珍贵，创新技术打造的智慧物流解决最初一公里的难题，更加铺平脱贫致富的道路。更深、更快、更远，更多趣味体验，12月创科博览不容错过。